我就说了，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你知道吧？原来是这个原因，气死了！ 天条镜头里面多啊，你就站着调。 再快了，再慢一点。二三，这三倍镜。 今天我一次全搞好，以后就不用搞了。我一次全部搞好。 三倍。 全被这个辅助瞄准干掉，等会你就知道我有多猛了啊！我都不多说了，出枪。 有点偏差，再慢一点，19。
OK， 六倍。再快一点。OK， 八倍。糖糖烤完了，烤的怎么样？糖糖，再慢一点。七。哎，应该快一点。
觉得。我不是练枪，我是调灵敏度。之前被害了。可以啊，这个红点。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法打到一个点。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好好，无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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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嗯，好，没有问题啊，设置啥的都没有问题，好，很有信心，好，好，我这么多天，哎，我这么多天近战打不过别人，哼。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今日，我将卷土重来。这么多天害我，我。搞得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真的打不准吗？嗯。我自己都怀疑自己，你知道吗？怀疑了我几天，原来是我他妈辅助瞄准没打开。OK， 等会你就知道了，等会你就知道我有多狠，等会你就知道了。哎，直接打双四吧。算了，打四排吧。有些妹子队好像不招男的，不招女的。喂。我的，那我把我的糖拿出来。喂。这里陪玩需要点单吗？
多少钱一单？陪点个陪我练。六十一车。一个点一个。我一个三十。巨有信心。喂，你随便，我看过这个，像脚上上。是说这么多天，这误我，一直耽误我，一直误我，误我，误我，真不要脸，误我这么多天。Hello， 有麦，钢枪打吗？钢枪。误老子这么多天，害我被这么多人骂这么多天，原来是这个原因。行，等会我，等着啊。不科学，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是都不招男的吗？不招女孩子的吗？喂 ，Hello， 有麦，放枪打吗？OK。我看看这号 KD 啊，应该不低啊。哦，一，难怪。等一下就知道了，好吧？哎，就知道了，点个陪玩吧。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等一下你就知道我有多猛了。招不到什么的，枪都压不稳了，太离谱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天枪都压不稳，拉枪都拉不过来，自己把自己坑了。打团建还招个开幕，至于吗？怎么队伍都是满的呀？Hello， 野麦，打吗？有毛病！你倒说话呀！为什么招不到好的队伍啊？为什么去不了好的队伍啊？好奇怪啊！为什么没有好的队伍啊？全部已满。这个视频有麦昨天晚上那个打吗？Hello， 有麦打吗？有麦。有打。有麦，总算找到一个队伍了，不容易。人家老踢你，太不容易了。等到你二吧二吧。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
总算找到这么多天菜的原因了，跟个脑瘫一样的，自己把自己坑了。他有母奶液。好，好，我知道。好，现在不是最强的，好不好？不是最强的，好不好？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你要看看我怎么秀的啊！注意看我怎么秀的啊！注意看我怎么秀的，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太关键了，这个辅助瞄准对于我来说，三天了。抢飞机吗？不抢飞机啊。抢燕子？不抢。抢燕子，抢燕子，快快抢燕子！别把手，别把命交到别人手里啊！把命交。哎，你信我好了，你信我，然后抢燕子，一个去开飞机，然后呢，咱们三个在挡泥板那挡他们，好不好？全他。拿枪打吧，求你了，我保。你拿枪可能就会没命。会不会没命的？我们拿枪打人，钢枪，像铁做的一样。你看他们待会儿，相信我，我很 C 的。我知道你很 C。看我操作，你不是一般的 C。连上一队，看我操作。脸上贴了一队。看我操作好吧，连上一队。外围也有人拿枪，找一个。打俩。我们也。我队友打俩，他喵的。再找一个死的。都死，都死，都死。还好说我好难呀。我打三个，不要激动，看我操作。我打三个半吧，相当于。这小子怎么死的？人家补了一个，打不死摊住。还好，我就说我这么多天怎么这么菜，原来是我近战怎么这么菜，原来辅助瞄准没开，妈误我这么多天，真的是早这样，我早无语你知道吗，就很无语。从现在开始，把把十级二十杀，知道吗？把把十级二十杀。
下午第一把。你第几把了，妹妹？已经好多把了。五分钟一把吗？打他。是的。我帮你取烟，我打药，厕所有一个。你这么忙呀、啊，天哪！过来，牛逼！可以不打吗？哎呦，太牛逼了！光明顶还有人，哎，光明顶。那个，我帮你爆点，你打我，他喵的！我顶了，在那个。不用上来，在那个背，在那个围墙后面。一楼。走，咱们去了，去机场。刚刚我刚刚这个，我这么多天，真恶心。So baby， 情话多一点点，爱多，爱你多一点点。唱得很好，下次别唱了。你这话说的，哇操！先让他们点血。吹爆。最后一个绷带，这车还能开吗？没事没事，妹妹相信我，好不好？我是先剪考吧。我是哥，慢一点。我是猪，剪考吧。我是猪脑袋，记住我的 ID 哦。记住了。十几个，上面有人，然后我在仓里也有，OK。哇，你怎么也冲进去了？我进去被喷了一下，在外面。我不进去，我、我一会被上面打。嗯，我进去就会被。没事，有卡。我被夹了，没事。这一波没有关系，没办法，要怪就只能怪我操，没有拍前面仓，太忙了。稳一点，怪自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我回来。你还要回来啊？回来，把他们都杀光。我就信你。
等一下，我看哪个方位。问你是不是雷丢进来了？怎么把雷丢门口？在外面有一个。嗯哼，他一点都不讲道理，觉得不行，能救吗？搞快搞快，我带你当老六吧，哥，实在不行带你去当老六吧。来了，已经来了。等我来了，我操！啊！我们还有喷子啊！都死了！我回来打，大哥，大哥别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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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个分！他不讲理，他名字叫露露，不讲理。我狗个分，大哥，我狗个分，你别打我，让我队友救我吧！你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谁救我？他让我别打他。谁叫你别打他？我打死这个人。那你放过他吧。我放过他。我可能吗？我还放过。为什么要放过人家呢？怎么表现？兄弟们，你说放不放？兄弟们，你们说放就放，你们说不放就不放。兄弟们，放不放？下一下一，我没了，我跳没了，我了。放不放，兄弟们？我这有人儿，炸了，放了。我放过了两个人，我这有人，他求我了，他求我别杀他。你觉得我做的对吗？我跟二号上马也是有人跟他讲别杀他，我好想打他呀。大哥，大哥，咱别打呗。人在屋檐下，哎呦不！完了，大哥，人家不放过你，你以为人家是我呀？他们一对呀、啊。我跟你说，这个二号他上把就放过了两个了，这把就让人打了吧。你放过人家，人家不一定放过你。每个人的对呀对呀，性格与体质都不同。对别人太善良，就是对自己太狠了。也不是这么说。啊、有些人不一样吧，还把你打，他们四个要悲惨了。嗯，我躲在角落，你又观战了。我跟他们聊过，每天都在观战，都怪你。什么？那不怪你，怪谁？我也经常观战，我也经常观战人家。走了，我有装备了。皮层有四个，嗯，好，我去杀他。嗯，注意看我操作，兄弟，看看我怎么杀那一队的啊？怎么了？你说？嗯，没事。不是你这 1.9 的 KD 你是怎么杀上11个的？这把运气比较好呗。啊！我就看你操作好吧。不要激动，看我操作。打不过，快点跑。啊！他们上最高了，就朝往舞台了。翻过来就痛，
扶死了。打不了。对，他上面还有人。有没有五五六啊，妹妹？没有，我没有那个枪。我昨天晚上就是上来买那个表情。走，跟我走，我们去打打另一队，这一队打不了。有那个表情吗？好像下架了吧？没有啊，在那个里面，就是你刚刚敲的那个。哦，那个，后面有个人机哥。是人机。不能打了。哦。不管了，那一队要跑，打这边毒狼，这边有个人跳下来的，刚刚我看到了。要不打关了吧？你是不是偷了？这里，打他。标记了一处地点。偷你！偷你！偷你！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嗯。别冲！你一个也好。古仓，在那个古仓二楼，古仓二楼。你别动。那我来。叫我来，妹妹，交给我。他没。古仓二楼窗口，打着他。不行。这一队的吗？是一队的，那个人倒了。这是 P 城的那一队，就是打我的那一队。就是 P 城的那一队啊，不敢拉出去对枪的，子弹都没了，已经很棒了。就是你比我们好。把身位都拉出去了，我知道他在这救人，但面对两把枪还是打不过。不跳可能会好一点。啊！我走了啊，妹妹。嗯，拜拜拜拜拜拜。嗯，没事大了。哎，你说刚刚那种情况下，我不该跳的，我不跳好了，我不跳就干对枪。一个对两个我没问题的。Hello。差一点就一穿死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们都得死。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们都得死。或者说我不拉出去我重新一月二。但是我没子弹了呀，我不想重新一月二了。下次求饶还是杀了吧，兄弟们。有进差呢，毕竟。感觉有点对不起兄弟们。刚把那两个人杀了，估计人头就够了。下次心狠一点好吧。我对得起敌人，但是我对不起兄弟们，我觉得。对不对？敌人我对得起的，兄弟们我对。Hello， 那疫情还严重一点呢。Hello， 穿枪。妹妹不活跃。
没什么队伍。嗯 ，Hello， 打游戏吗？Hello， 能开麦吗？这妹妹，给我房租什么意思啊？缺人吗？Hello， 缺人吗？阿曼这个，技术赔多少钱？多少钱？30的，30的，你要点几个？大帽一还是什么？哦哦，我，哪个你猛不猛？你看呀，你看这号在这儿吗？你看猛不猛？出不了技能进前五吗？敲你的猪脑袋！陪玩啊，我们陪玩，跟老板的。一个人的话不太好保你，你听我的话，就是我可以邀请你进我们俱乐部。你进去点一个，点两个吧，点两个25的，然后就是不进前五，你可以白嫖。白嫖。保你，好吧。那我可以白嫖你。我听不清，有回音。谢谢这个少男还帅帅的办卡、啊。你说，你刚才那句话我听不清。我说我能白穿你。那不太可能。这妹妹不会想白嫖你吧？我也不知道，他是要点陪玩吗？不是刚才说。我点技术配。人家就是技术配。人家战神十点几 KD 怎么不是技术配了？我没说你不是。别吵，别吵哥，别吵，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态度。别吵架。啊，他也没什么。不想转、啊。Hello， 明白吗？我们找老板呢，兄弟。没有队伍、啊。这一招。Hello， 打吗 ？Hello， 打吗 ？Hello， 打吗 ？Hello， 打。OK。怎么了？没事，我以为是妹子，没想到。人家也可以是妹子呀。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对呀，经典。怎么也是经典？我退吧。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带你打一把双人四排啊，妹妹，我说带你打一把双人四排，等会如果我倒了 ，OK， 开个麦啊，赚钱啊，别让他服我。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 okay. 各位特种兵请准备。你跳，好。我看跳哪啊？跳哪都不好打。其实打来打去，感觉还是小机房最好打。真的。嗯。打了这么久。这也行，这就有点穷，看你能不能接受。在这里吧，改变一下我打法。上把死的真憋屈，急了急了。这个打游戏，打这游戏发现是真不能急啊，一急就死。右边一队，三个。我冲了，有奖吗？有奖吗？抽下来给我，有没有？没，没。走，顶 C 楼吧，越快顶，现在越没人管我们。倒一个，我换个技能。嗯，三级头。把 C 楼都清掉。一号楼还只有一个，嘿，是 ，K 字楼清完。
嘎掉一个，嘎掉他。往这边拉，前方有危险。这里面可能有人，有，转移高架，注意看高架，别进去。嗯、没，我管不了你啊，你等一下，找个车回来。啊，能救，抢救一下，往这爬一下，牛逼！妈的，这是什么安全感呀？我真服了，这个血量。高架人下来了吗？你是卡麦了吗？听不见你说啥？我没卡，我没。我跟你说话呢，那你怎么不理我 ？OK。你说啥？没说话，当我没说。好吧。打我这边，高架倒一个。OK。这边有人。在这里面。真他恶心。高架的崽种。So sorry。So早知道让你帮我架一下高架了。怎么还在里面啊？
啊？这里面干嘛？打一波出来呗。OK。人杀一个是一个。就这个人，把我点死。过来找我。我这边可以收。OK。哎，我造的是程序钢枪还是随机皮应变啊？程序钢枪。你这也不像钢枪的呀。像我像你这混进钢枪的队伍当混子是吧？不是，你这太混了吧你？没有，混子大混子。随便搜一下，我们走了。等会有人从天而降飞你了。走了，有头有脚有枪走了。你是不是一个内？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内向的女孩子啊？嗯，感觉出来了。我社恐。我感觉你应该没有男朋友吧？嗯，我有女朋友。你有女朋友？嗯，长发短发啊？短发。你女朋友短发是吧？嗯。那你是属于那种被动的一方呗？嗯。这房区有人。别往近处，回来一点。看一下，
现在好多女孩子都是男女通吃，你知道吧？好多呀。通过你的脸，为何总是在你身边？谢谢 B 哥送的办卡，谢谢 B 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后备箱是后备箱不行。这个趴着的，打不了，这上面，这里没有，里面可以打。对面，对面楼里面一个，上面一个，外面一个，外面是有一个，上面两个。外面绝对有一个，外面集装箱后面。打外面就会被上面打、啊。往这边撤，走这边，走这边，别打我，别打我，真的狗啊！来上车，上面去打那个房间。打中我一枪头，封烟。别卡我啊！你笑什么？你在笑什么？真卡，不正常，真。
不太正常。赶紧跑。没办法呀，脸上太多人了，我没办法呀，我打药打起来还能打。第一开始封了个烟，真没办法了。哎，还是停车的位置有问题，停车的位置刚好那个脸上就。有麦吗？有麦有麦。我们老爷们儿啊，我们招小姐姐。停车，我想着他应该在房区嘛，啊，脸上那么多人，这个真没想到。有麦 ，Hello， 有麦吗？一个队进不去啊，为什么？不至于啊，为什么一个队伍都进不去啊？而且全是男生队，女的招男的吧，应该是我招的人又不正常。有麦有麦 ，Hello， 有麦。招的人又不正常，怎么打？组队大厅，因为这个号是女号的，然后 KD 也不高，然后全是男的在招妹子的，有麦，有麦呀、啊，你打什么模式？姐，我打那个三周年。那我狗飞去了啊，拜拜。噔噔噔噔噔，哼哼。Hello， 有麦。你这话讲的讲啥子？？Hello， 有麦。Hello。Hello， 有麦。Hello， 有麦。敲你的啥脑袋？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Hello， 有麦，打吗？好，打。
怎么这么多男扮女装的呀？不，我得给这个号打个六星，怎么打呢？这找到队伍，Hello 有麦 ，Hello 都有麦吗？嗯，我看一下，都是男的，他妈的都是男的。哎，我单次打上去吧，单次打上去吧，单次打上去吧。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耶，要不就点陪玩？但点陪玩有没有什么陪玩队伍啊？那点陪玩吧，点陪玩吧，点陪玩打上去吧。好吧，点个妹子陪玩打上去吧，这种可以吧？嗯。Hello， 俱乐部的。没妹子吗？嗯、有啊，俱乐部里有妹子，队伍里没有。小鸟俱乐部亡了，小鸟已亡，有事烧香。这十六星的妹子。就进这个啊，就进这个里面点三个妹子选一个。Hello， 喂 ，Hello， 陪玩需要吗？点一个可以吗？还是只能接三宝一啊？我们三个是一起的。如果你要点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拉你进群。哦，行，那我退了。我不能你们随便点一个不行吗？我们三个呀，就是要么就点两个吧，然后点一个不单点，点一个不单点，我们三个。行，那你蹲一天都蹲不到老板呀。那我那个木乃伊呢？哎，那个木乃伊呢？我记得我有这个号有木乃伊啊。翻都翻不到。这是。哎。哎，找到了！哎，这个也挺好看、啊。滚跑！你人家要滚跑，你不点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他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高星的都是捆绑的，都是只能点三个的这种。边招边等吧。
逼，好吧，你走吧。有麦？有麦。嗯。那个蹲老板的。真的假的呀？你个黄金铂金还蹲老板呢？呀，不是啊，我们在跟我们俱乐部蹲，就是都是我们小号。你开个黄金铂金号蹲吗？没有，我打的 QQ 去，我没打微信去。然后还没有、啊、还没有马甲，头像也没有。什么马甲？冒牌了吧？有头像，没有，但是那个头像换上的话会被封。如果你是要跟优秀玩的话，你可以这个。是我们的俱乐部的里面点。如鱼娱乐陪吧，如鱼 ，KD 应该二点几没有吧、啊、？KD 多少？大号有二点几，多少钱？啊？多少钱？十二半小时。十二。对呀、啊。你怎么好意思要的呀？我干，这很贵吗？行吧，行吧，加我，加微信，加微信吧。我们加我们董事长微信吧。你加我就好了呀。我们娱乐平玩不可以加老板微信吧？你加我们那个董事长，董事长会让你去。为什么不能加？这个如鱼呀。我是他的老，你可以。我是他的老板，我为什么不能加他微信啊？这需要我们的老板请你。这个如鱼呀、啊，他叫诗诗，你去找我们的老板说点诗诗就可以，他会给你安排的。拉倒吧。自己蹲的老板还不能加，什么道理？哎，算了。陪玩没意思。打了吧，开了吧，有麦吧？我们不打，我们。12块钱半小时，我们全网最低价吧。去这个看看啊，上什么课啊？还要上课？上训练课。Hello， 啊，需要陪玩吗，哥哥啊？要打游戏吧？61层啊，哥哥。只要一个。但你，只要一个吗？没有三倍快乐，没有那么多钱。我那个零钱里面就只有几十块钱了，只能点一个。那你挑一个吧，挑一个吧。挑哪一个？说个话吧，我那个分不清你们，好吧。自我介绍一下。OK，Hello 哥哥，钱多多。好，下一个。Hello 哥哥，我是小宝。下一个。我不去，我一个人我不去，你们两个。一个人你还不接？就点你、啊、我不接不接就点你。行，可以。那就钱小宝跟钱多多都来吧。OK 你加他。点三个嘛，哥哥，三倍快乐呀！来加我，不接，我气死你！彤彤，你加我？啊，我在加。好。9921445533，这是你吗？加我啊！对呀、啊，9921445533，多少钱一单？2个人40，
嗯，对，然后你就试试。行，转你啊。嗯。掉下来，下来。好，走了。OK 啊，好了吗？好，我走了，拜拜。嗯，好，拜拜。嗯，拜拜，准备啊，走了。OK 啊。关注给我。哥哥，我们那个要招吗？还是皮洛呀？招募还是皮洛呀？关注哥，关注哥。OK。哦，对不起啊，哥哥，我两个手机换一块了，我有点那个炸麦了，我两个手机换一块，它就会炸麦。哎，你们三个一起蹲老板蹲多久了？嗯，我们蹲了有一回了，蹲了好久了。有几个小时了？嗯。这么难蹲吗？然后碰到哥哥。现在的话，嗯，现在的话，十个队伍九个陪玩，对吧？所以说就是，嗯。是声音，声音对杂音，我不外界音。还有杂音吗？现在没了，不是手机音，是外界音吧？你在马路上打游戏？那也没有，是我的手机只没有那个降噪的效果。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啊，我们要打三周年吗，哥哥？等一下，我关一下麦。嗯、OK。是谁的麦啊？是钱多多的麦是吧？对，多多的麦。我们去一下三周年，然后死嘎了的话，我们再去收东西。现在可以播，哥哥，现在还吵不？好点了。不吵了。嗯，对啊，叔叔闭了麦一下就好一点。我这边不吵了。嗯，不吵了那边。嗯，声音很好，很棒，宝贝，可以的。是吧？我呢？我大吗？很大，我大就行。你最大的，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必须大，好吧？哇，好多盒子啊！嗯。新一楼，我们，高飘一下去后面呀，或者去警察局那块。我能捡到卡不，哥哥？嗯，可以。啊。这里肯定有啊，这里没人来的。我们这边没人。给我把枪啊！怎么都给拿了。啊，给你枪，哥哥，哥给你枪，给你枪。啊，是我手太贱了，哥哥。有没有那啥？有没有奖啊？没有奖，只有个头。杀 C 喽！我也。哎，有 AK。啊。嗯。我拿 AK。我们要过去打吗，哥哥？这个给你了，这个给你。我只有一把喷子、嗯。地上丢了个大。对。别喊你大帽子了，宝宝，宝宝，嗯，多多，放不进子弹，子弹，子弹屁股后面，我跟他了，我给你枪，给你枪，你捡枪。闭嘴，闭嘴，闭嘴，闭嘴。我在听脚步，不要说话。我在打药。前面两个，不要进去。我怎么这么忙？嗯，没事的啊。没事，他那个直接
哎，我们跳，我跳。他在外面把我们偷了，我们跳哪里啊？对对，我跳。你怎么跳伞了？对，不小心看到了。S 城是没人的。我们还要回去吗，哥哥？回去啊。我跟哥哥一起跳。嗯，那我们先跳哪里啊？我居然身上打这么多枪，一梭子没打死。嗯，应该是延迟了。不知道啊。刚才我也打他了，但是我立马就倒了，可能是没有头甲。我都打在他身上了呀。嗯。哎，我不想先跳伞了，我去找。你跳哪里啊？你不是说不回去了吗？还要回去吗，哥哥？你不要叫了，好好打游戏。啊，跟着我后面就行了。嗯，好的，老板。不要画那么密。那个人一穿三，反省一下好吧。对不起啊，老板，都是我太菜了，没有保护好你。不是菜了，这站在那。对啊，就是。拿尸体扛伤害，他都得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梭子没打死、嗯，感觉全部都打，实在都打到他身上了呀。嗯，对，我看到了。无语了，准星也在他身上啊。嗯，他应该是带了两个三级头，他有六级甲。你闭嘴。他。说些废话。你哄小孩呢？我操。他是为了让你开心啊，哥哥。你就是顶尖好吧，哥哥。真实一点。为什么？哎，在哪里？这个人。嗯，他人呢？没事没事，我们退退退。不是，这木乃伊。退吗，多多？哎呀妈！打中了，他有加速吧？这里有人，我们退，嗯，退退退，直接老板都没了，退了，走吧。你自雷，我看看他那个木乃伊操作，我看看他。嗯，自雷，没雷。你摔死，我看看，我想看看那个木乃伊操作，他有，我感觉为什么我不能理解。看不见呀，我操，我的不对呀，准备啊，小宝。嗯，好，来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哇，看不懂。嗯，你在跟谁说话啊，老板？我说我看不懂，我自言自语呢，我看不懂那个人为什么能打死我两次，真看不懂啊。可能是刚才摁到他身上，他妈能，我准星都在那上面呀、啊。准星全在他身上呀、嗯、怎么能全部都飘掉了？他有铠甲，他肯定有铠甲。第一次倒的话他是直接跳出来，然后直接把我和多多、嗯、我感觉他一梭子都没打完我俩就倒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头甲，我反应过来打他的。我有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我头甲满的，然后拿血，我应该扛一下，但是他一跳出窗户我就直接倒了。没有偷袭，要么就是不知道了、嗯、我也不知道。嗯，我怎么又是三周年啊？我下去先那个
老板，我好害怕，老板。你别说这种东西话，行不行？你别吵老板了，老板他妈心情不好。别吵老板了，好，没关系，老板。别吵了，在前面别吵了、我们两个在后面。能不能不吵了？哎呀，老板也崩溃了。吵吵吵！看我小圈圈，捶他胸口。哇，老板。我觉得我可以打过他，相信我好吗？好好打游戏就行了，话那么命，说话吵不死老板是吧？嗯，啊，对不起啊，老板，你让我闭嘴，我就闭嘴。报个点，打打游戏就行了呗，做些有用没有用没用的，很烦的。这里有物资，后面走到后面，我从后面这边来人了，走吧。我们还要飞回这里来吧，老板。飞。我好卡，我都不敢说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卡，好像平常没有这么卡。我们还要回去吗，老板？我已经回来了，快点下来。我说了回，说了回啊。好的，好的，好的，没关系，我们按时间算的，半小时算一单，打多少把都行，只要老板开心啊。你话少一点，钱多多，你要吵死我了。好。很烦的。好的，好的，老板，我闭嘴。说些废话，你是没，你是不知道该怎么聊天了吗？好凶啊，这边。标记了一处地点。这箱子后面还有一个老板。标记了一处地点。他在卡点。我倒了。nice， 我没子弹了，很残那个人，我过来了。为什么小宝？小宝救我，小宝。嗯，我过来。嗯，老板你好帅啊，老板。别叫了，别叫了，我这一堆人，不要叫了。给你包，你这个，应该。哎呀，多多要死了，你等一下往我身后趴。还击 OK 呀、啊，连个存心也没有，打他！
老板，你充太快了，等一下。别补人、啊，还有一个，他在换子弹，集装箱，从右手边拉过去打。菜逼钱多多，刚才真的打他很多枪，他为什么不死啊？你别补人啊！你在那，我以为是他打的，我没看见另一个人，刚好箱子挡住了，所以我就打了那个。那最后一个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最后因为我刚好过来的时候，那个箱子把打你的那个人给挡了，我只看到倒在地上的那个人。那也不需要补人啊。我慌了嘛，我刚才我。最后一个你、你打赢我们都能活，对啊，打了我但是我打了他很多枪，但是他没有倒，我觉得他应该也很惨。你要把他打了，我们就活了。我打三个这一把，我打三个。对不起，我看到了。嗯，老板你好棒。你别说这些废话，钱多多，你就是菜。对不起老板，对，就都怪我没有把你救起来。不是救起来，你是一打一打不过。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一打一都打不过啊、那个人又很残又打不过。我一打四很厉害啊，我虽然一打一打不过。你也别说是别人小宝见人就打。那不能怪我啊，老板，那前面那人打你我也打，但是屁股后面又来。没有屁股后面的。哎，我去。这最后一个人，我确实打了吧。把我们三个都打了。哎，我也不知道，最近手很残，真的残。对啊，我过来的时候你们没有跟我说他在那里、啊，然后我补了个人，你们才说的他有机会换了个弹夹。你那么大的枪声，脚步你不听啊？啊，那么多，我们下那太绝啦！我不会听、他总会听你的话，老板。哎，老板好棒，老板别棒，老板哎，老板你最棒的，不讨骂吗？我打人的时候一点用。老板学到精髓了。嗯。他锤我啊，老板！那怪我啊，我连枪都没，哎。老板，他很残，他在这个空投箱里面。记了一处地点。Nice。我不止打两个啊，我好像记得。应该是被他们抢了个人头，我打了一个。
他没，我啥都没用到，我咋办？我不开了。我先捡点子弹吧，没有子弹。下面有个脚步，老板，我这下面有个脚步，倒的，标记了一处地点，倒的吗？吓死我！对面有人的，嗯，听到了。啊，哦，我们在七色。外面有人，楼顶。对，这个脚步是在我们头顶吗，老板？你能别啥都问我吗？你有点自己判断能力行吗？现在飞不上去吧？我听不出来啊！过来了，来了吗？嗯，来了呢。在哪里？这边破轰炸。等一下，走坡上面吗？嗯，等一下，听着，老板，小宝。嗯嗯嗯，打个饮料先。这边车被拿了，拿这边。车和飞机都没了。人 ，nice 啊，牛批，老板，嗯，有人偷车了吗？是啊 ，nice。嗯，都在往后，哇，嗯，刚才好像还有一个地方有人打我，对啊，我刚刚没注意看，啊、嗯，就在车上，你说，哦，他要开车走，走了，他开车跑了，好好惨，好惨，这个车，走了，走了，走了。没事没事，算他运气好，暂且饶他一命。长、嗯、这有人在打人机，不是不是，对对对，有一个是真人。一二八，老板，我们这边有人啊，老板。哎，多多啊，他在哪？我没看见他哦。这个是仓里，仓里在仓里面的一处地点。对对，哎，出来了，出来了，从你那边，从你这个大仓好像门口标记了一处地点。打倒了吗？打倒了。是不是那个老六衣服？嗯，灰色的。还有吗？不管他，不知道呀。我知道是一个老六服。嗯，在哪里？我去补一下他。这个飞车后面标记了一处地点，看一下有没有他队友啊什么的，小心点。没有，救他，对，救他。嗯，还有个人，要要要，多多回来。哎，没事没事，又来车了，老板。我的。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在那里。标记了一处地点。老板在那个假车后面。标记了一处地点。后面两个，两个老板，老板。nice 啊，牛皮，快救我！给他们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了，我都给你们打打打跑大了！快救我！啊，人机，你不叫老板来打，你居然打人机！对不起，我眼花，我以为是真人。哎，哥，你是淘汰王，好帅！哎，这个人跑到哪去？
老板你好厉害啊！别叫老板行吗？头都大了。叫什么？啊？叫？嗯？叫什么？嗯？没有镜子的。没有拿油啊。叫啥呢？叫什么？没事，你好好的想一想，等你想好了告诉我们。叫爸爸。那不行、啊、我出来没有了哥哥这里有个圈嗯对啊我喝点水吧后面有个人落闪了标记了一处地点嗯就在这个路上你开车路上应该能找得到现在屏幕好暗啊那是 PC 沿着马路就被 PC 哇好卡我好卡我也好卡就感觉车好像卡顿了一下嗯没看到哦哇好卡在这边标记已处关闭的房门就在这边对对对人机啊人机老板打人机人气还会复活啊、嗯、不是这个肯定不是这个啊嗯那应该还有个人那我们快走吧这个老六我跟你说快搜吧快找一下、嗯、不是老六他应该是嗯非常回来的那个嗯应该是基地复活回来的是吧嗯你俩这个嘴是真的能叭叭叭叭叭叭呀叭叭叭哎，我们俩在分析啊，老板没有说废话。再分析一下他那个。老板，我们是娱乐陪啊，老板，我们就是要陪你聊天的呀，老板。你这是个尬聊。下面有空投，哎，有辆车啊，去捡空投啊。有辆车，看见没有？对对对看到了，看到了，分析了。哇，他们下车了，他们准备走。打不到，打不到，打得到。走天啊！哇，太帅了，老板，你太帅了吧，老板。好假呀！你不要这样行不行啊？真的好假呀！受不了你了。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特别叫什么油啊？特别是你这个钱多多，假的一批呀、啊！阿、啊、伟，你太帅了吧，虚伪死了！真的，我真的搞死了。确实是很帅的，老板。假死了。这波确实很帅的。嗯，来车了！哇，吓死我了！我以为又来车了。不行，我再舔一回可以不？走了。我还需要一个扩容。走吧，我想再捡一个扩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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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走吧老板就我也没看到嗯你这波真的好帅啊老板确实是帅对啊他都觉得我们很假嗯那你知道很帅都不能让人家说吗那你还说很假老板你很帅呀、啊、你别拉出个哎你下次你接单的时候你不要这样说呀老板会觉得你很假的我教你啊你就说个牛啊就行了牛皮牛啊厉害呀、啊、就行了六六啊假六六死你好厉害哦我得给你们培训一下你知道吗你们这、哎、虽是娱乐培训、嗯、可以一直尬聊 嗯真是要不然不要吧、哦，要不、哎、有人了吧？
对、啊哎要，要不你来当我们的董事长吧，老板，我们缺一个董事长，在一楼。天哪！该死了！这小菜鸡害怕喷子吓我，在哪？嗯，看人吗？我去，有雷！哇，他还有队友，还有一个来车了，老板，老板来车了，灭队灭队，来一队，老板。在哪？老板，这个树后面有一个。标记了一处地点。嗯，他怎么？他怎么从这个沟里面了？三队啊，两队。哎，三队加上你的话就是三队吗？烦死了！刚把那个人打了，就来一队，就他打的我，憨憨真是。nice， 牛批，就很棒，我嘎了，老板。那能怪我吗，老板？我都打死一个人，那一队，我都在那个平原上，我很无力的，我最委屈了，我死的最委屈了。老板都把他杀完了，你俩菜。哎，没关系，老板你活着，我们俩就开心了。活着也不是对啊，我都杀了。我杀了两个呢，搞的、啊、对啊，这一队我也没想到啊。这一队你杀一个吗？你杀两个？这环节、啊，这个死了。对，这一队，这个人打了你，然后这个是第一队的人，然后那一车是第二队的。你看我包在这里，他们直接去我面前。刚才这一队每一个人我都打了他几枪，只是没有把他们打倒。哇，五个空投哎！哇，这运气好好啊 ！G 三，快去老板。是你刚才杀了几队人，奖励你的。老板穿吉利服的样子好帅，要骂我们两个虚伪了。真虚伪，你俩。穿个吉利服还帅，真是。对啊，我就虚伪吧。哦，那我就虚伪吧，老板，你太帅了，老板。虚伪，虚伪，叫声爸爸听听。就当我虚伪吧，反正就挺帅的。那你叫声爸爸听听，我就先信你。那不行。那个，你们俱乐部投诉在哪？去哪投诉啊？我就找我们投诉啊！我们就是老板。我们的话就是投
数啊。刚才三，我们就三个人啊。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投数还有小妹、六妹、七妹。话太多了，然后水平太菜，尬聊，全程尬聊。啊，去找多多，就是我大姐，你去跟她说啊。是啊，你找刚才那个不愿意进来的那个小姐姐也行啊，我们一共三个人，你要投诉我们俩，那你就找她嘛。那小姐姐，真。啊，哎，有个人啊，撞他老板。他还在那个树后面。他打你的车啊，老板。我知道你。沙沙还有哇，奶丝，奶丝啊！哇，他还跟你，他是，怎么还有人？敌对的山上的，还有。哎呀，屁呀！你们俱乐部真就三个人吗？不至于吧。就老板的没有进群，没有进俱乐部。哦，你们是野培啊。是的呢，哥哥。我喜欢小宝。你话太多了，钱多多。谢谢。我喜欢小宝这种性格的。小宝打完多少，发个照片给我看看。谢谢。爽快一点。你得问一下多多，多多是我的老板，是我的大姐。可以，没事啊，没事。等一下我把老板的微信推给你。他加了。好的，可以。你以后他们别叫钱多多了，叫他妈话多多得了，话多多，真的。钱多，钱多多是我的梦想，老板。这叫话多多得。多多也怕，我不想看，不想看多多的，就只想看小宝的。